大家把手头工作放一下，下班后部门聚餐，我请客。耶！吃什么，刘总？小龙虾管够。铁公鸡拔毛了。你说什么？没有。你开车了吧？你先跟我去订包间。哦。刘总，你自己不是有车吗？干嘛？你老拿我车私车公用，还不给报销？那不是你的车坐着舒服，我才不坐你开的车呢。外面大把男生想要带你兜风。哎，我可没想带你兜风啊。明天我就让财务采购一采。其实你给我报。哎呀，真舒服呀，这什么车呀？这是昂科威 S， 1.5T 加 9AT 加48伏轻混，动力强还平顺，感受到了吧？关键还省油，油价这么高，我只需要加92。嗯，继续说，我记一下。还有内饰，大面积高性能声学材料包裹，配合 ANC 主动降噪，你听听，我开这么快都没什么噪音吧？确实，我之前坐的车都没这么安静。不止坐得舒服，用起来也舒服。比如呢？比如这搭载别克智能互联系统，支持 OTA 升级，还支持无线 CarPlay， 百度 CarLife， 轻松又省心。哎，真不错。那这车叫什么来着？别克昂科威 S。行，我明天就让财务按这个标准采购。哎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就用我的，你给我。哎，到了，就这。刘总，你看我这些邮票，都是我之前接您。哎。这车外观挺好看的呀。那必须的呀，年轻人都喜欢。哎，这轮毂也挺好看的呀。你看我这个票。走吧，我刚订了包间。太齐了，刘总。嗯，我先帮大家试一下哪个口味好吃，行吗？好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谢谢刘总啊，我多试几种，我就知道哪个口味好吃了。喂，刘总，你们人呢？我们聚餐结束了。啊？什么结束了？我呢？哦，我换包间，我跟你说了。那我这桌可以买单吗 ？Thank you.